我们学会了新技能。我们只是两只无害的小狼。这是人家高门大户家。哦，这还有一个性情中人在阳光底下沐浴着，把他拖到这个。那可能人家睡觉的时候那块就是阴影呢。哎，等一下，铜矿。啊好。铜矿看到必须敲。我得小心翼翼的在那打。我也一起敲。啊。你的是铜锤吗？不是。那你敲什么呀？铜。天哪，我还不够资格敲什么？对呀。一起啊。啊，反而扰乱我的视线。好好好，那照刚刚那个制革机，不是那么大，把它放在，好，制革机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还有水呀，什么等等，哦，这个水还在慢慢的动呢，哦，这个细节。我一会儿要去看，我现在忙也在工厂。可以做皮革，转化率16:1，有匹配的地板啊，以后可能会有专门的区域，是吧？什么制皮革的区域啊，什么等等啊。我放里面了。好。看我一出手就是500。阔绰哈。那是。这个家我们不要耗费大量资源去装饰哈。我们以后去地图的一些其他地方哈。哇，现在地图上哇。大家都在这个角落。对对。所以我们这边正在蓬勃的发展，到处在盖楼。我们接下来往哪儿发展？往这个邓丽农场呢，还是往什么荧光山丘呢？感觉圣山是比较难打的地方哈。感觉那边是我们死对头。荧光山丘会不会人少一些？但是你看这个荧光银也不是我刻我们的嘛银，然后农场的话肯定有很多人类。而且就树林是最，所以是亲手区域哈。我们怎么也得到大概这些地方来建，我想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已经被人占了。应该是，所以我们要么就是咬咬牙，使劲往后推。怎么也得到这个邓丽农场这一块，然后我们要不然直接邓丽农场。我在看的是像这种地方，这种和这种。对，这也不错。我们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先城堡先不收，我们就只身我们去这边看看。但是呢，可能得分好几天。可能分两三天这么过去，知道吧？比较远嘛。你先过来跟着我，先过来在这里拿衣服穿吧，整个从头到脚，全部换。比我的衣服还好，我这是升过级的衣服呀。哦，夜行的背心，看着好帅呀，我穿看看。没什么见识，就是我身上这一套。等下我看看哈，这草帽也是吗？草帽也是给你的。它没有任何效果啊，但是也带着装饰效果哈。好，那我穿看看哈。喂，哦，那草帽我就不戴了，我感觉不像吸血鬼。好帅。然后你拿这里面这两本书，你拿一下。两本书，炼金术实验室地板。对。以及各式精美油画吗？对。然后你到这来研究台这块来，你互动。哦，对吧？嗯，你可以研究它。研究。不，你被雷劈了。典范图案，翠绿图案。哦。然后我。哎，油画好多，什么油画、征兆油画、华尔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刚学的那个油画，油画是什么？这个老鼠。油画哦，油画纵向油画，哦，油画好多种啊！哇，这个游戏不简单呀，情妇。约翰伯爵，哦，他纵向油画有这么多种，然后正方形油画有这么多种。哦，你看这个油画的样子，有各种各样的，他们还带名字，什么沃尔贝克男爵夫人，就是我们的家族哈。对，然后还有横向油画，征兆。我们你就是有多大城堡有多大装修哈。但现在我们都见不到华尔兹。哇，厉害。好，我们往找一个啊，这些地方估计也都被人占了哈，但是比这些新手区应该好一些。
我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，然后早一，啊、我们往外走一我你把值钱东西带着吧。不是，你看一下，不是带值钱的吧？带那种，路上需要花的，是不是？值钱的话，你万一路上，我们是要白天黑夜赶路的，万一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先指定我们先去这儿看看。先去那个肯定。不，这就远呐。行吧。先去这儿看看，这儿也行。然后，这不行的话，我们再去这边看看。行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得首先到这儿。嗯，好，走。等一下，白天是不是相对安全一些？就是，虽然有阳光，但是从怪的层面上来看，你再跟上是吧？哈，嗯，不好说。白天吸血鬼猎人应该也会出来。嗯，感觉不是你，他既然是吸血鬼猎人。那他就应该在晚上。以后我们也要修这种高门大户的院子。嗯嗯，我们已经见过他前面三次了哈。你那个衣服？束腰，我看，赶紧走。你那个衣服的线就是在这儿打。哎呀，这能穿过吗？能。幸亏我卡住了啊！他留了个缝哈。嗯，不是特地留的，幸亏就是，狼应该。狼现在没关系，对对对，狼没事。幸亏他的机制就是家跟家之间不能挨得太近哈。那个地方里头都是人形怪、啊。这个地方没有树荫。哎、嗯，好像能抄近路。嗯。这有铜矿，要不要踩？不踩了，走吧。从这儿按 shift 跳下来哈、啊。有熊。熊没事。哎，熊好像，啊，动物之间是。互相，他只是不饿而已，有概率的。嗯，他这个游戏里面做的特别真实，就是怪与怪之间不一定。前面有石头的哈，而且你能看到什么狼追鹿啊，什么就世界很生动哈、啊，是很动态、多变的世界。骷髅会和怪会和强盗打呀。为什么立着旗呀、啊？不相立了呀？对呀、啊，感觉是人类营地的哦。前面是一个前哨站。他养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是狼的状态，我们可以贴边走。这附近应该有很强力的 boss， 你看那地上的垃圾。对对，这都是石头吗？那就是应该有石头人怪。这是马，哎，它是绿色的，哎，是打我的吗？不是，是的，是被打，是打你。哦，为什么杀那个马呀？不是，马正好挡在，我们走走。嗯，走，可能干不过。我们看看去能不能占地盘儿。好，到了这儿之后，那就应该躲在一两米看地图。哎呀，我们作为吸血鬼这么……前期，真的是崛起哦！好，好了，到已发现邓丽农场的传送门啊，就刚刚经过。嗯，好，我们即将到达我们的目的地，看看这里一号目的地，有没有被占领哈、啊嗯？但是等一下看看这儿。交通也还行吧，也还算方便吧。嗯，哎，跑习惯了，没什么方便不方便、嗯。以后我们速度就快了嘛，不像现在这么慢了。就还是我们的家是我们主要待的地方，交通我们可以。两只狼。啊、狼没关系。嗯。狼不打我们。好，这上头从小地图上能看出留两个入口，两个往上的地方哈。嗯。哎，这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感觉已经有人了。哦、有人了啊，有人了，这一个有人了，那我们去另外一个吧。另外一个地，嗯、但这种地方啊，另外他都已经有马了。对呀、啊，他的马的级别都比我们高，好像。就先圈上地了哈。嗯，对，就是我们失策了。好，一开始应该使劲跑哈、嗯，关键那时候太慌张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啊，你看晚上这路就变得危险了。啊。你可以直接看他们水的品质啊。嗯。哦。等一下，那我们再规划一下。这个地方感觉可以肯定有人了已经。我可以先去这个地方看看。行。我就跟着你走，反正、嗯、我没所谓。然后不行，那就再去这个地方，就这样。行。然后前面是这是什么区？我们可能得从绕过去。
我们真的像两只小狼狗一样，就在这块无家可归的，小心翼翼的。棉花农场，我们也要像那个什么阿尔法狼一样，一嗓子喊着人。这里面呢？啊，这里面是人类的一个什么聚集区？哦、这好像我们到人类的地方了、嗯、村子哈，村子啊、哦，不错的，有村落也不错呀。我们每天晚上可以进来刷东西，刷刷墙壁是吗？大蒜暴露了我们，我、哦、两层大蒜会怎么样削弱我们？更容易受到伤害，可以叠加100次。我们走啊，别在这站着看。那这前面没地方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矿吗？有怪穿石头了。现在别飘了，别管它了。对对，感觉是啊，只是个民兵斗士，不是圣骑士吗？哼，你不要乱说。小心。狼的状态下。狼的状态上也打呀，人跟狼是见了就打。不行，这前面武装力量太……我们就得从那个大蒜里面走了。好。哎，想找个家不容易啊。哎，我去啊！哎呀，啊，里头有人，不行！你怎么变成人的样子了？哦、你怎么变成吸血鬼的样子了？你一直变成狼。是不是白天的话就会好一些？而且这个大蒜现在叠加7层了，你别过来，我先去看看我能不能走过去。好，过来，跟上来。好。哦，就这么明目张胆出，我们只是过路的狼。哇哦！不，人应该说汪汪。好、哦、来了啊！感觉这上面也会有人呐。嗯，有吗？哎，没有。没有。嗯，而且这个好像是很大的铜矿哎。我们在这建吧。我们先转一下，别急。好好好，先转一圈，一半会儿这块来不了。这能不能再往上上一层啊？不能，你看地图。好，以这里为中，先从那个上来的路口开始哈。对，我们得把所有能上来的口先占了。对，不一定建，先占了。好，就是我们不要了的话，那我们就把他们都撤走哈，不要就是，让其他人也没法用这样哈。嗯。哎呀，血液精华不够。什么叫血液精华不够？你不是背了吗？就血球。你不是背了吗？只背了29个。你过来吧。哦，是小鹿啊！背29个出来建基地。啊，你刚扔的，然后我去捡，好像我像你的小狼狗一样。然后那些产矿的地方先不要让这个基地覆盖，哦，知道吧？所以稍微核心稍微往前一点，就这两个上来的都得覆盖，所以得在这中间放那个血块。嗯，行吧。哎，这不是你啊？那我敲石头什么的了，那我给你供资源，你好好建哈。好，我们要当无与伦比的巨大城堡。好，我要当这个领地上最富有的女人。女领主。城堡正在腐烂，你多少应该给她放点血。我把这250个放进去了。嗯，我升级了直接。哦，直接可以升级吗？我背了铜矿和皮革。你也没背吧？行啊。好好，这个地方将会是以后我们的基地了哈，嗯、我们的新的窝了哈。嗯，然后可以看到这有两个入口哈，两个入口，嗯、这一个上来的地方哈。嗯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啊，但是这边是好像是两个方向哈，两个方向，嗯、有上来上下的楼梯哈。嗯，然后呢，这边后面还有景观。嗯。有一个天然形成的瀑布哈，嗯、还有底下小湖哈，嗯，这边以后可能就是我们的后院区了啊，这边就不建那个人工建筑哈，嗯、就保持自然地貌啊，然后这边是矿区什么的哈，这两个矿我们可能就这么留着，啊，然后什么上面还有很多小路啊什么等等哈，嗯、就是
晚上会刷出几只狼。嗯嗯嗯，所以这边好好规划的话，以后能建非常气派啊、好看的城堡哈、啊，因为它地方也够大，而且它这个城堡建设方面啊，你看光地板也有什么，现在只是初期哈、啊，就已经有各种图案，什么钻石图案、方块图案，然后我们现在研究出了炼金术实验室地板，连这种功能性地板也分什么典范图案、翠绿图案等等哈、啊，然后墙壁也是。就现在只是初期啊，什么有什么带窗户的墙壁啊，什么拱门呐、啊，嗯，什么柱子啊等等哈，嗯，然后窗户啊也有窗户啊，还有什么墙纸、什么油画，还有各种，啊，还有什么各种雕像哈，嗯，还有照明啊，就是只是个初期就有这么多可见的啊，现在是没法规划哈，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以后能做什么，需要做什么哈，所以现阶段先把这个教程完成啊。好，那目前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什么呢？把身上的装备、身上的东西都清包之后回原先我们那个基地。我们这边不先建个锯木厂什么的，让他开始练着吗？啊，对对，也是方法。基础的东西应该建出来，我觉得。好好，走吧，趁夜我们去传送门。身上没有什么不能传送的东西吧？从那能传送到哪去啊？哪都能传送。行，那你带路吧。好吧。你还探了个传送门。你这个语气听起来很奇怪的样子。小心哦，就是路上的小怪都能。而且这里现在是比较怪物等级高的区域哈。嗯，巡逻跟着的小怪都能秒我们。进吧。嗯嗯嗯。邓丽农场传送门，所以我们要传送到这下面哈，去拿我们原先的东西哈。嗯，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基地啊，基本上是在地图的中央哈、啊，地图的中央。嗯，就正中央。回来我们就得跑了。那也行，传送到右下角这个。对，这啊。嗯。还好它有传送，好多人啊。这边好热闹。哦，他们都下线。嗯。好，回到我们，哎，他是快要干枯了。没有，我走的时候放了好多。好。拆吧。那我们拆之前，等一下，下一个 boss 血之祭坛，这个二十几的也应该是在这一块哈。先把它最他给配方猎人弩、木工台。先追踪工头弗鲁斯，强盗团的又是强盗团的一名中尉啊，负责管理伐木营，可以做木雕，还有钓竿啊，有我们还能钓鱼，正好后面我们后院不是有江吗？有小溪，没有江。好，或者哈这样啊，他们这几个都是二十级的，嗯，对呀、啊，对二十级，那就把这儿的怪先都打了，绑定一下这边的棺材。这边行，这边就先暂时当前哨基地。好。嗯，就打刚刚那两个二十级的 boss 期间哈。好好好。嗯嗯。你有骨头吗？没有没有。那你是等着我烧是吗？我等着你烧。我回个血，然后我们变身走哈。嗯。就得卡这种马上要到天黑的瞬间出门，这样能快一点。好，我们去打。嗯。关上门哈。跟踪雪，好像在后头。那这个怎么？黑心商人加文。黑心商人加文，打，他34级。啊，好吧。那有石像鬼。哎，我们把石像鬼也给惹了。先脱离。好了好了，石像鬼走了吗？走了。
们小心点，别又惹到十三鬼哈，快死了！我之前就是打他。哎，拿了银币啊！拿了银币，我们得回家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得回家，把它放箱子里，好像吃什么药能抵消。或者就一滴一滴血掉。不是，我们要去打 boss 呀、啊！你怎么拿了一滴一滴血掉？这是、啊、这是人。他怎么叫 Siri？ 哎，这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玩家有的是红名，可能跟等级有关。嗯，感觉不是。啊，也没法变身，携带银器。嗯嗯嗯。哦。所以很不方便。我之前也捡了两个硬币。那我们到时候怎么带走啊？我记得有什么药吃了好像可以抵消，所以说我们看看吃那药或者送给邻居。如果他长期在这发展的话。对呀、啊。还银币还不少呢。啊、哦，我捡了几个。然后也欢迎他。待会儿得吸血。嗯，欢迎他以后去我们家那边发展。好。重新做邻居什么的。哎，是不是人类营地啊？开始。对，这边有小区里。我第一天晚上就是在这儿瑟瑟发抖，被吸血鬼猎人给抓住。打吧，开始打。不是我们要打的怪吗？不是，他放枪了。嗯，他也来打那个 boss 好像、哦嗯、一起打。哎，布特弗鲁斯在那。嗯。小心。可以的话，清小怪。嗯，我再清。血月了吗？没有吧。转视角，他们现在怎么都有个 bug？ 不知道谁给他加的。哦，他会不停地招小怪出来。哦，我的血。你要不然你到边上回个血吧。出现这个红色 buff 的时候，好像，哎，对，不用打他，还是必须得用，必须得击打他们来免去他们这个 buff 这个状态。我到边上回个血啊。嗯。哦，还好有另外一个人跟我们一起打，好打多了哈。这种招小怪的。好，吸血吸血。吸了吗？我没吸着，我在后面回血。啊，吸着了。吸着了。吸着了。好，
你没血的时候，嗯，你瞬间移动之后的下一击是能吸血的。哦，我发现了，虽然只是一点，对，就一丢丢。打完一个，拿到两块布，把这块端了哈。嗯，拿块皮革，等回去给你做围巾。不是斗篷吗？啊，斗篷，其实就是个围巾。好，我们回去就最终下一个哈。嗯，变身。那我们回去之后看看我们都学了什么技能。嗯，好，我们看看我们刚刚都学了啥哈。嗯，啊，血之技能，血之狂怒，为自己和父亲友军施加护盾，吸收相当于法术攻击力的110%的伤害，还而且并且提升攻击速度25%，就是刚刚他给小兵附加的那个变成红色的啊。嗯，这个咱俩当中有一个人用就行。我用吧。好好，准备好了啊。嗯，哦，但是持续时间不是那么，而且我们会了木工台，可以做猎人弩。先看看下一个在哪个方向。好，碎石者埃罗尔，残忍的采矿工头。哦，大厨箱目前，他是在那个方向。哎，好了，天黑了，走。哎，你的装备等级怎么比我高3级啊？我多了一个围巾嘛，等我回去做给你。哦，东西我攒齐了，我天天去吓唬人家棉花地的农民，抢人家的布，终于给你凑齐了。你这个吸血鬼，我这个吸血鬼感觉当得很可怜。今天会不会又看见 Siri 啊？哦，在这里面，这片区域很大的区域。嗯，天快亮了，我们得快点打。我冲这进去，打哈。嗯。哎，我被捅了。哎，他眩晕了。哦，他升级是。不是，他就是把我眩晕了。我没有群攻技能，有点麻烦哈。有啊，刀啊什么的，就是有群攻技能。对啊，我没有群攻技能。哦，在，好像这里面，矿洞里面。哦，那我们就不怕白天了，我们可以一直打到天黑。嗯。嗯，这是什么呀？矿车，里面可能有很多矿。这个是工人，他应该是武汉人吧？嗯，工人不打，哎，不会打我们他。你能吸血就吸吧。嗯，不，好。石头先不拿了，这石头很多。这个视角抬不了，好别扭。哎，这铜矿是不是得抬？嗯，又有人来了，走吧。又是西里。哦，他也在打这个怪，看来哈。还想吸个血呗。那个装满水的水壶也不知道有啥用。嗯，啊，碎石者在下面。嗯。这个吸力。这里挺好哈。哦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哎呀，那后面来怪了。你优先进小的。好好好。
掉都是石头。哦，这招出来了。哎呀，我按什么？下雪吗？嗯，好。我打旁边的小怪。哎呀呀！你怎么死了吗？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你先去，你先去。我拦着他吧，我拦着他。谢谢谢谢。不错不错不错，那我们去敲矿吧。宝箱已经被拿了，哦，他动作好快啊！剩下两个矿给他留着吧，我们也不能都拿。好，这里的20级以下的 boss 我们都完成了哈。嗯嗯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东西搬回去，然后去那个主城那边啊，好好建啊。嗯啊，有个新技能。啊，会了一个混沌魔法哈，它是混沌系的。那叫念盾。啊，混沌。混沌系的啊，余震猛击地面，造成爆裂冲击波。我们去新家呗，先回老家拆那些值钱的东西。嗯，我们可以回去好好建设我们的别墅喽，然后给我们给邻居送礼物吧。送完我把那银币什么送给他啊。嗯，我们不带走了。我觉得我们到新的地方应该这种银币啊线什么的，对啊，因为是 人类居住地嘛，所以银币那些应该挺多哈。这边资源比较匮乏，我们这边可能银币获取起来相对难一些。嗯，我在考虑要不要把粗线什么也送给他。嗯，这个你看着办吧。嗯，虽然在这边很难拿，但我觉得可能到了人类定居地那边不是什么稀缺资源。我说不定他也以后搬家。嗯。啊，应该不会。我们走了之后，他都建那么大了。对，我们走了之后，他还能进一步扩展哈。嗯，这不是我们家。嗯，是我们家啊，连里面家东西这么少呢，我拆了一些嘛。哦，好，现在把这些，我们把石头什么的放到他门口去。嗯，没人是吧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，我先放嘛。我敲个门看看。你先把东西摆在这儿，然后直接说告诉给他多好啊。好。啊，人家现在没在线。哦，他的城堡好像是这种颜色，是不是没在线的意思？懵。好，这边我们撤得干干净净哈。这还有铜矿，铜矿啊，铜矿留给他吧。没有什么东西我没带。嗯，好，你得跑回去了。嗯，走，搬家。不过他这个狼做的确实有点像哈士奇，你看你拉近看好像哈士奇。我跟着你走哈。嗯。嗯，
离开我们初始地了，还有三个小时天亮，我们估计路上，哦，这不是那个大户人家吗？哎，他是有个同号，算了，人家门口也别打了。好好，这个大户人家可能我们就见不到了哈。嗯，我们要变成大户人家了。走吧走吧，天要亮了哈。嗯，我们得在天亮之前穿过人类基地去。嗯，天亮了，刚刚亮的时候还行，还能跑。就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，那个影子还挺长，是不是？嗯。嗯啊，它这个影子这个系统做的相当好，而且还有跟云。嗯，跟着云，嗯，以上就你想做西西为主题的话，这个阴影这个地方确实你应该下功夫做，是不是？这样才有哎呀咪咪代入感。对呀，你跟上了吗？没有，没事，我在后面跑呢，能跟上，跑过来。你往上去就是我们的家。嗯，我知道。到地方了。哈哈哈，胜利成功。哎，家里头那个骨盆又灭了。好，回到家了啊。嗯，去木头去，然后你建那些东西吧。因为我怎么戴了个帽子，因为你怕占地方吧，所以就戴帽子。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有遮阳效果。哦，